这是每个印度教徒一生至少要完成一次的仪式。他们相信圣洁的恒河水可以涤罪染祸，而在他们死后也都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撒入恒河。这条圣河是生命最美好的归宿。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离不开大河的孕育，人类一时都是沿河流居住繁衍，沿河流迁徙发展的。河流既是地球的神经，也是人类历史的命脉，同时更是民族和文化的汇集地和交融地。所有的世界文明都是一样，都是在河流的附近。远古时期人类有两大需求嘛，一个是要吃饱肚子，一个是保住生命。吃饱肚子需要到水比较多的地方，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那么保住生命就不能到大江大河的旁边，因为那时候水灾泛滥的非常厉害，所以一般就他们选择傍水而居，而且是大河的支流。这种大河文明哈，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大的中心性的聚落和都邑哈，往往并不在大河的边上，而是大河的重要支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古老汉江，正是这样一条诞生文明、汇集文明、交融发育、连通古老神州的命脉所在。这里是位于湖北枣阳城东25公里处的雕龙碑遗址。它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这一时期就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炎帝神农时代。在雕龙碑遗址，专家们发现了一处类似于现代单元房的房屋基址。通过考古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使用石灰和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而更令人惊叹的是，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的房屋建筑中已经在使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推拉门了。专家们从雕龙碑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发现，这里出土的陶器不仅具有北方仰韶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南方屈家岭文化早期的显著特点。其文化特色既具有地方特点，又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因而带有很强的独特性。也就是说，早在6000多年前，在这片汉江边的土地上，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南来北往的迁移和交融。雕龙碑遗址呢，就是我们不仅这个发现了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长江中游的这个文化因素，同时呢，像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呢，也在这里边汇集，就是形成一种这种多元文化交汇的这样一种态势。唯有在汉水这个地方，仰韶文化和大西文化同时出现。龙山文化，北方的龙山文化和南方的曲江岭文化同时出现。湖北省竹山县这片平静的湖面下，淹没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称为中国的庞贝城。它的名字叫做雍。梁启超在《引兵史文集》中说，雍分布在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雍部落到了雍国，大家都知道他帮助西周的武王灭纣，所以到最后就封他为雍国。史书上说雍国是诸侯之伯，就是说他下面还有一些小的国家。楚庄王时期，雍国达到鼎盛，此时正值楚国大饥，雍联合周边小国共同犯楚，一度打到楚国的都城郢。不料楚国秘密联合秦国和八国从背后出兵，在三方夹击下，公元前611年雍国灭亡，雍国后裔也逐渐同化为汉人。商周时期，像雍这样的国家在汉江流域还有很多，他们有的是土著居民，世代以此为根本，有的是外来移民，受封迁入此地。在后世的历史文献中，他们被称为方国。方国呢，它是由部落演化过来的，就是在汉江流域，比如说我们湖北的鄂西北，它就有十几多个部落。这些国家呢，很多都是周天子亲属的后裔，他们封成方国。但是实际上周天子所封的这些后裔呢，并不能够涵盖所有地区，很多地区也有不少自然形成的那些方国，所以当时所谓诸侯，所谓方国，既有周天子分封的，也有各地各部族自然形成的。因为时代久远，记载缺失，方国留下的痕迹少之又少，但仅仅凭着少许鳞爪，我们依然可见当时文明的光芒。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曾有八国人以歌舞作为厌胜之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记载。华阳国志也称赞说，八师勇锐，歌舞以令殷人，前途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个在战争史上开创了歌舞鸣笛的浪漫先河的八国，曾一度控制着汉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一直到公元前316年才被秦惠王所灭。从最早炎黄之间的部落征伐，到春秋战国时期众多方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每一次历史的动荡都促成了汉江流域不同部落氏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并最终催生了兼容并蓄的华夏民族。奔涌的汉江
维系了华夏大地最早的文明交流，也见证了华夏大地最早的民族融合。只要是风和日丽的日子，陕西紫阳县西河村的老人们都会聚在村头，延续着他们进行了几十年的交谈。他们的谈话内容和周围村寨的老人们没什么不同，但他们谈话的口音却大不一样。在这个陕西最南端的大山深处，老人们使用的居然是地地道道的安徽方言。因为我们这个江南话，就是我们这个的，他发现的都是到我们这一代，都是已经是二十二代子孙了。他的这个子孙二十二代依然继承着他这种这个江南这种语言。我们现在就称的是爸爸，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个江南现在就是按照我们这代说的，还是叫喊大大。咱们还有这个小孩，包括我们还在说，哎，你个阿婆。就在老人们每天聚会聊天的地方附近，有一座坟墓，墓的主人陈老太太是安徽太湖县人。清朝初期，她带着一双儿女来到这里，如今西河村绝大多数的村民都是她的后代。二十四岁的时候，她的丈夫给去世了，家族啊就是要把这个寡妇就是要休掉，所以她都从安徽这个老家都是逃荒，就从湖北逃荒，一直到咱们的陕西，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安康市紫阳县，咱们汉王镇西河村呢，都逃到这边来，所以她都在开荒种地，都在繁衍生息，到现在，她的这个后裔已经达到2000多人了。后人们为陈老太太修葺的坟墓面朝东南，那里是故乡的方向。在坟墓边，一株据说是陈老太太当年种下的大树，生长得枝繁叶茂。在她的荫庇下，一代又一代的陈姓子孙在这个汉江边的大山深处繁衍生息，安居乐业。当年的外来客早已融入这方热土，成为地地道道的汉江子民。直线初期就只有不到1000人，明末清初的时候也才1000多人，乾隆年间的时候已经有几万人了。紫阳的移民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居多，然后的就是这个四川、福建有一部分。就是整个陕南这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同时存在几种方言，比如说有中原官话，这个中原官话我们跟这个关中的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有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代表语言就是重庆话，不是成都话，成都话。另外还有江淮官话。陈老太的故事只是紫阳众多移民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移民现象，并不仅止于紫阳，也不仅止于陕南，而是遍及整个汉江流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渥，汉江流域有着相对丰厚的生存资源，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形形色色的人们因着各式各样的原因沿着汉江而来，在汉江两岸找寻新的家园。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适应，山地的地也多，就它能够承载那么多人口，所以到这儿以后它有这个开荒挖地啊，就不用再交赋税。你哪怕巴掌大一块地方，它都可以种红薯、种玉米，
是不是？这样呢，还就可以，大大的增加这里供养人口的那种能力。不缺水，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既不是那种烟瘴之地，又不是这种北寒北边的苦寒，所以呢，它很适合人类的生存。明朝成化年间，沉重的赋税和疯狂的土地兼并，使得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位于汉江上游的今湖北十堰一带，有着温润的气候和肥美的土地，吸引着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越来越多的流民聚集到这里。很多史学家给他一个评论，叫北庄田南乡关，土地兼并嘛，是吧？你北边这个皇室的这个权力越来越大，纷纷的占老百姓土地，化成庄田，连宦官都有庄田。南方呢都是乡官，当了官了回乡了，回乡置地，盖房子这个置地，然后抢老百姓的土地。最后这些失去的土地的农民怎么办呢？南北两个方向向中间集中，就都集中到云阳来了。史书上记载呀，能无忧温饱者，百不得一二焉。这个概念就是说，一百个人里面都难得有一两个人能活得下来，怎么办？逃亡。最高峰的时候，到了明代的这个正统年间、成化年间的时候，全国流民就是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大量流民的涌入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年轻力壮的失地农民或聚众滋事，或揭竿而起反抗政府，朝廷数次采取镇压的方式也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见人就杀，最后抓住的人呢，男子十岁以上者斩之，只要是男孩十岁以上全部杀尽，然后活捉的呢就截到贵州那边去，春军，很多人就半路都死了，然后呢就顺到汉江都丢到汉江河的水都变臭了，当时杀死的人很多。朝廷那个兵来了以后呢，他们躲到深山里面，一走他们又出来了，整个就赶不进，而且是不断的往这儿运。明成化十二年，在有识之士的建议下，朝廷终于改变策略，在此设立云阳府，专门安置流民。怎么样处理这么多的流民聚集？其实明朝的官员做了很好的答案，在朝廷当中引起了不断的争论，最后大家提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好，就给他们在当地落户口，在当地设立郡县，给他们当地报上户籍，接受当地政权的管理，这些人就成为政权管理下的子民，一方就安定了。一府有三个衙门，有巡抚，有抚州的抚台，也有县衙。然后这个巡抚巡查管辖的范围啊，105个县，西边都管到甘肃的平凉，北边都管到河南漯河，东边到了河南的信阳，西边到了荆门、荆州这一带，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在这个差点撼动明朝根基的弹丸之地，迅速建立起四级行政机构，并且服役军队和学校。一个新兴的特区意外地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各种人群的交融也造就了这片土地特有的基因。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更是对这里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特殊政策，
云阳一时间格外兴盛起来。当时云县城招待上号的商家大概就是600多家，所以说是万商云集，四方遍足，那是非常有道理的。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几千年来前往汉江流域的移民一直连绵不断。在中国古代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徙运动中，汉江流域不仅是移民迁徙的通道，同时也接纳了大量移民的驻留。像汉中、襄阳、南阳、汉口这些汉江流域的重要城市，无一不是四方杂处、文化杂交的移民城市。今天汉水流域70%以上的这个土著人口啊，是明清时期由湖北、麻城、孝感，甚至有些从广东、广西、贵州迁来的。在鄂西那个地方的这个江西人的后裔啊，大概还有30%到50%是从江西人迁过去的，就是通过汉江这个渠道。移民运动、民族融合以及移民个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没有融合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融合也就没有灿烂的中华文明。大量的人才往这个位置汇聚，使这个位置人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很多新的东西，形成一个，因为有了这个人才的这个洼地了以后，它实际上产生的是一个智慧的高地，思想的高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五方杂处。那么这一种五方杂处呢，使这个地方的人们的文化呢更具有包容性、多样性。为什么包容呢？它是一种文化的杂交。那我有我的这个原来的传统文化，可是我到了人家这地儿了，人家这边的文化好的东西我要吸收。汉江的历史给我们一个什么大的启示？它的文明中的精髓是什么？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这种包容性，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且也对人类文明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汉江千百年来就这样静静地流淌，舒缓中时间激越，清灵中饱含凝重。汉江子民内心深处最虔诚的信仰，历经数千年的碰撞与交融，呈现出这条温润大江所特有的包容、丰富与多元。这里是陕西成固县南沙河五郎关，山门上题写着回龙禅寺，表明这里是一座佛教寺院。可是当地人却习惯把这里叫做地母庙。地母是道教中掌管大地的神，为什么一座佛教的庙宇却有着道教的名字呢？沿着山门下的石梯涉阶而上，在一个小广场的两边分别立有两座建筑，一边是佛寺，而另一边确确实实是一座道观，二者相隔不到30米。从东汉献帝2年，也就是公元191年到现在，在漫长的时光岁月中，寺院的晨钟暮鼓和道观里地母神的香火一直相依相伴了1800多年。
其实像地母庙这样佛道共香火的地方，在汉江流域并不少见。地处大洪山南麓摩天岭余脉的观音岩，被誉为湖北佛教第一山。方寸之地，十几座禅寺、道观林立，香火鼎盛。而每年到了传说中的观音诞辰日，两个不同的宗教还会一起做法事进行纪念。观音岩里面它有佛教，它也有道教，并且它融合在一起。观音大士这都要融合在一起，是吧？他们称为佛家称为观音菩萨，我们道家称为大士，啊，或是自在天尊。像我们这个美丽的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这个生日是一个大的晦气，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交流活动，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希望地方啊，这个平安，哎，人民健康。即使是在道教圣地武当山，就在同一座殿宇内，道教的诸神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佛教和传统儒家的痕迹。这是位于武当山脚下丹江口市的净乐宫，是武当八宫之首，创建于明永乐十六年，即公元1418年，后因原址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最终搬迁复建于此。这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坐落于武当山的展旗峰下，它就是始建于1413年的紫霄宫，是武当山八大宫观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之一。在净乐宫和紫霄宫内，都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父母殿。步入父母殿，可见神龛正中供奉着真武神的父母，左侧神龛内供奉的却是端坐在莲花之上的观音菩萨。在这里，观音是佛教的大神，孝敬父母则是儒家的至高教义，而真武又是道教的大神，真可谓儒释道齐聚一堂的典型代表。汉江流域它的兼容性，对，它应该来说是非常强的。道教的文创和佛教的驿站同样在这个地方，北迂南建，南到北建，到这个地方不可能成为一道鸿沟。道教、佛教、瑜伽的东西也在，这就说明问题，这个地方它能兼容。当晨光洒向绸缎般蜿蜒而过的汉江，汉江中游最大的城市襄阳迎来了又一个清晨。分布于这座城市的各种宗教场所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自己新的一天，这一切共同组成了襄阳的晨曲，和谐而又自然。靠近汉江边的这一片区域是穆斯林在襄阳的聚居地，当地人称为回民街。襄阳最大的清真寺友谊街清真寺就坐落在这里。从明朝开始，大量的穆斯林移居到襄阳，清真寺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在明朝这个兴旺的时候呢，我们这儿的呢，穆斯林越来越多。开始也不是几十家，
十几家，以后到了明朝以后才捐了不是一两百家的，是吧？这个惠民人多了，他这个里边的场所都要大，所以说明朝呢把这个场所面积都扩大了。就在与清真寺一街之隔的城市中心，伫立着风格迥异的天主教堂。这里是天主教在湖北的三大教区之一。尽管宗教信仰不同，两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之间却常来常往，相处融洽。在中国的江河流域中，论宗教底蕴和宗教氛围，汉江都堪称翘楚。这不仅得益于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繁衍发展大成气候，更重要的是，汉江流域长久以来一直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有一个统计数字，明末清初啊，汉宗的天主教徒啊有四万人，上海是42000人，那么这个西安呢才3万多人，也就是说，小小的秦巴山地内陆的一个汉宗盆地里面，天主教徒的数量在全国居第二位。凡是包容性比较大的地方，凡是包容性比较强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精神风貌、经济发展都是相当强劲的，这可以看成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规律。直到今天，在汉江流域的高山平地、河流两岸，依然有着大大小小的寺庙、公馆、庵堂、殿宇。此消彼长的晨钟暮鼓，不但坚毅沉稳地传递着千年历史的厚重恢宏，也日复一日地激荡着多元信仰、万古不变的和谐共生。是一出汉剧的经典剧目《清风亭》，而戏文中所唱到的紫阳小县，正是汉剧的发源地，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汉剧是后来的发展为剧种，叫汉剧，真正的它的土名就叫汉调二黄，通称就是叫汉调二黄，因为汉调是因汉水而命名为汉调。台湾叫把汉剧叫国剧，这个，所以汉剧的历史比京剧时间还长。在紫阳县蒿坪镇的一所农家小院里，这样的场景可谓司空见惯。喉咙。也要发出去啊，脾气要发达，不要怕怕说嘛，不要怕臭嘛，是不是？坐在正中间的这位老人是这座小院的主人。这座杨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小院被称为杨家院子，在当地可谓是家喻户晓。
乾隆年间，杨家的主人就是在这里成立了第一个汉调二黄科班。当时杨家那个他们在那儿是大户人家，很有钱势，有钱势他就闲下来就对汉调二黄他进行整理，还有办的有班儿。这个科班就是培养汉调二黄的艺人的，这个在全国的中国的戏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是规模很大，二一个是持续时间很长。早在杨家开办科班之前，汉调二黄这种成长于民间的草根艺术已经在汉江流域广受欢迎。经正规化的科班推广之后，其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说一个小的笑话，就是什么呢？市民喜欢汉戏，出现了大批的迷。有一位卖卤货的汉口人，把这个卤货叫烧腊，有些地方的方言也叫烧腊，是吧？卖卤货的朱三爷、朱三爹，汉口叫。他在柜台，要是头天晚上看了汉戏，他的柜台都不得消停了。见一个人来买卤货，他先不卖卤货。你买什么？比如说我买五毛钱的猪耳朵。好的，哎，问你，昨天晚上听过戏没有？看过汉戏没有？比如说看了，于洪元好不好？好啊，哎，我告诉你，那个巧妇求技多好啊！哎，那板儿唱的多好啊！参鸡呀得草啊我草，大山雕啊啊啊啊啊！好吧，有味道吧？就这么问，啊，这一说有味道。别人说跟着他说有味道，你再唱两句。哎，好好好，又你买什么呀？我买猪耳朵啊，多少钱呢？五毛钱。哎，管他，五毛钱抓一个猪耳朵，烫烫烫的拿回去算了，3块都不止。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如果他要说你昨天看过汉戏没？我昨天我不喜欢看戏，不喜欢看戏，回去，不卖了，扫他的兴。迷到这样的程度，可见这个戏曲汉戏在武汉的观众当中是怎么样。汉江以一水之力，不仅在交通上沟通中国之东南西北，而且在文化上也是融汇四方，成为一个天然的混血地带。因为汉江的交通便利，在汉江沿岸的大小市镇曾经遍布着众多的各地商业会馆，在每一座会馆内无一例外的都修有一座漂亮的戏楼，南来北往的商人们沉浸在各自的家乡戏曲中，寻找着熟悉的韵律，并以此来慰藉游子内心那份浓浓的乡愁。无意之间，汉江沿岸成了全国地方戏曲的汇聚之地，而正是这种汇聚带来的交流影响，最终催生了汉调二黄这种包容并蓄、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陕西梆子，包括密糊，包括是秦腔这些东西进去的一些东西都过来了。他秦腔到了。越过秦岭以后，就到汉水，这个时间才改为汉调。啊，后来也就慢慢延续叫二黄。这个剧种啊，它的包容性非常非常之大，特别是这种语音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体现的也非常充分。这样在其他剧种里边都很少见，很少见了。汉调顺汉水下。在这儿叫香河汉调，再到荆襄那一带叫泾河汉调，再往下又到孝感呐、安陆啊，到那一带叫抚河汉调，再到汉口和长江汇合了，就是汉河汉调。
汉剧在汉江流域发育成熟之后，它开始随着名伶们登上全国各地的戏台。此时的北京正是四大徽班风生水起的年代，汉剧的加入丰富了徽班原有的演出，在京城极受追捧。戏曲史上把这一过程称为徽汉合流。一直到咸丰年间，一个以汉调二黄为基础的新剧种京剧终告诞生。所以京剧是汉剧和徽剧的徽班合流的结果。京剧的要讲这个唱腔的音韵来讲，它和汉剧到现在都还是宗的一个湖广音中州韵。从京剧一进入汉口之后，就是获得了观众最大的喜爱，一时间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南骑北马都在汉口演过戏，而且都说汉口是个能吃饭的码头，成为京剧的中国三大戏码头之一。因为什么？还因为两江交汇和金狮子带来的武汉的经济发达。汉调二黄的发源地紫阳境内有一条秀美的河流，它是汉江的支流仁和。仁和边的这座建筑是北五省会馆，曾经是山西、陕西等北方商人们的集会之所。当年的杨家戏班曾经无数次地登上这座戏台，也正是由这座戏台开始，汉调二黄一路从民间唱至庙堂，从汉江响彻京城，最终催生了国粹京剧。岁月的沧桑淹没了往日的锣鼓喧嚣与低吟浅唱，斑驳了曾经的雕梁画栋和金碧辉煌。但是这条默默流淌的汉江会记住那些渐行渐远的往昔风流。这是1966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墓的国家一级文物人骑骆驼铜灯。整个铜灯的造型构思奇特，制作精巧，具有浓郁的中亚文化特点。这个骆驼应该说是西域的一种特产，在楚人的生活当中能够出现，应该说当时楚文化跟西域文化之间它是有交流。这些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琉璃珠也同样印证着这种文化交流的存在。我们这个在楚墓当中出土的还有一种叫蜻蜓眼式的琉璃珠，这样的琉璃珠啊，应该说是从春秋中期开始在楚墓当中出现。曾侯乙墓出土的这样的琉璃珠啊，实际上在伊朗在两河流域都有。在现在的阿尔泰山发现到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绸和典型的山子纹铜镜。那么楚国的丝绸怎么传到那儿去？离不开汉水。人骑骆驼铜灯在楚墓面发现，也印证了那个时候楚地跟中亚就已经有着交流，这比我们所说的汉代的丝绸之路要早几百年。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条最为世人熟知的丝路，以长安为起点，往西北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到达罗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方丝绸之路。但正是开通了这条道路的张骞发现，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一条通达中亚的商道，从四川盆地出发，穿过川西平原，渡过金沙江，经云南进入缅甸和印度，之后继续往西到达中亚和西亚，最远甚至到了地中海沿岸。这就是至今仍未完全揭开神秘面纱的南方丝绸之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产于中亚和西亚的器物会在战国时期便进入了楚国。我们通过玻璃之路或者是丝绸之路，可以发现楚和南亚乃至地中海流域的一种交流，在战国时期。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北方丝绸之路还是南方丝绸之路，它们和汉江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有北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之别，北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那么这样把南北丝绸之路连接的连接点是汉江。经过专家们的考证，我国秦汉时期就有了海运航线，这条航线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汉江虽然身处内陆，但它却起着连通内陆与沿海的重要作用，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在这个从这个长安或者洛阳，他们要想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话，必须要走水路，那么汉水就是最大的一个通道。通过汉水了之后呢，这个进入长江，再进入湘江，再进入漓江，再到北伯湾，北伯湾呢就是再到那个越南那些地方。不管是西面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还是东面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时候呢，汉江都是一个根据地。那么由汉江这个地方想开去，它当年和现在都是文明的融合之地，也是文明的发散之地。走向海洋是中华民族全球化进程中最壮阔也最艰难的一步。中国的开放不仅始于沿海，早从秦汉开始，中国人便从汉江出发，扬起风帆，一睹世界风采。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古老汉江，不仅诞生文明，传递文明，它更像一条神奇的纽带，将人类文明紧密联系与融汇在一起。